饮水思源，你作简单啊！我来甲你告诉一个，啊，唔知，饮水思源知唔知？唔知我唔知，哎，叫做治本。哦，治本。啊，作简单哦。啊，饮水思源，你唔免就治本呢呐，你源头对对来。哦，再讲饮水思源，我来甲你告一个。太简单啦，叫袂出来啦，安尼就叫。要来甲你讲，你就讲，哇，太简单。哦，搁过来呢，就是清明祭祖啦，哦，清明祭祖啦，知唔知？清明祭祖，咱打几过年嘞？哦，叫做思源呐，饮水思源，倒啊治本啊，就嘛饮水思源，啊你要制作就是饮水思源呐，有咱就是有祖先呐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啊所以讲咱的清明在制作就是要饮水思源呐，心中对愿呐、啊，嘿，这简单，我只头壳是拢约对去啊，啊吼，啊对不对？所以讲若甲你讲起吼，拢讲讲破唔值三针钱，安就对啦，哦，搁过来呢？世界和平啊！哈，哦，对啦，嘿，这较简单啦，吼。啊，搁落来呢，吼，还我河山呐，还我河山呐。对啦，有人讲光复啦，安，还我的河山就是光复，唔只好，好我，嘿，还我河山安尼啦。这理财就是这简单，都像咱咧修行，听道理就是这简单，啊，要做就是这困难，安尼就对，哦。啊！希望中大家伫迄个困难中呢，下蛋哥再更加一蛋老，安尼大家就拢会成功啦，安尼成功啦，哦！啊，今仔日呢一点钟的课呢都也教啦吼，啊，都何况呢，拄好有这个机会啦吼，啊，参大家见见面啦，啊，你话大家安尼互相吼沟通啦吼，啊，互相呢勉励啦，吼，以后吼，好好啊修，咱现在啊好好修，以后大家看当手牵手吼，啊，转来有一个。李天的面貌啦，哦，莫讲落来遮啊，细一人吼，啊，交一张白纸转去吼，啊，是真玩笑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一时都爱看起，性事看较重的，都爱看，唔是都看什么轻啊，性事爱看较重的，啊，咱的凡事吼，我唔叫啦，凡事较看较轻的，哎，就对了，哦，要唔是讲叫你唔通做，叫你唔通谈，有哪会，哦，性事无鬼卖啦，哦，啊，拄着人就较多啦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。不过我都唔敢开嘴咧，吼、哦，唔敢开嘴，你就无机会啦，啊。敢就快做嘛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唔敢，你就没办法啦，安尼啦，吼、哦。要我是慢慢啦，啊，我就出一个嘴腔，啊，你出一个耳腔，安尼听安尼尔啦，吼。啊，要做唔做事在恁啦，吼。啊，大家拢伫爱勉励啦，啊，互相啦，吼。啊，你我大家来鼓励啦，吼。啊，今仔讲到这呢，吼，有不足的呢，嘿，望咱注意吼。在做真人，会当体谅啦吼，啊，祝各位呢身体会当健康，啊，平安，啊，事事如意，咱的队伍会当搁更加丰健，谢谢各位。大众举举。感谢有点儿日子杯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感谢有点儿日子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一堂课是上《道德经》第二章，所以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，邀请下一堂课的讲师刘嘉信讲师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他。